十七，我们年轻人玩游戏，你就老板来干嘛？谁说老板就不能玩了？我是国王，二号亲身边的人。几号？二。老板确实不能。走了。哎，李总，你不会是想耍赖吧？是啊，赶紧亲身边的人，要么亲林浩源，要么亲十七。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你亲我干嘛？因为我不想你亲他，我喜欢他。哦、大喜了！这么大，太激动了！我就亲了一下嘛，你都刷俩小时了。笑那么开心干嘛？你是不是被人表白了很开心呢？你别忘了，你还寄人篱下呢。原来今天发工资呢。 等我发工资就搬走。所以他是在提醒我搬走了。放心吧，我会马上找房子的。好啊，我也帮你看看。第一个小区价格是2000块钱一个月，位置好，上班近。这个听说是个地下室。boss，这个也是2000块钱一个月，小区好，环境也好。 但是在河北，上班得仨小时。这个环境好，装修也好，离上班还近，价格不到2000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可是听说负债。哎，现在的房子真不好找啊，知难而退吧，乖乖留下来。没事，我已经提高预算了。 讨我是吧？就算亏点钱，也不挣钱。我租的房子了，给你说一声。是吗？恭喜你啊！什么？没人租啊？租价是吧？三倍价格，他图什么呀？没什么用，空着就行。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哎，十七，你赶紧搬过来跟我住吧，我妈都回老家了。 跟那什么大叔住，多没劲！我当然知道跟你哥搬，咱们大叔住在一起有意思。你能不能年轻？年轻？我行了。今天都搬过去，会不会太快了？不要方便吧？还知道不方便，当然不方便。那行吧，我现在就收拾东西。我真的不留我搬。不会真的不留我搬。别走，别走。走出这个门，我就不会再回来了。 不走行不行？可以，可以。你刚刚为什么要留我呀？我做饭总得有个人洗碗吧？那你为什么留下？主要是我。 我闺蜜做的饭没你好吃。哦，闺蜜。嗯，